好吃。 这个为啥子关系嘞？没得任何关系。有他的这种笑容，就带给大家的一个感染力，大家都很喜欢他笑，也很喜欢他的这种乐观，就可能有些心情也不好的时候，来看一看视频，其实就会觉得豁然开朗，就会觉得其实生活可以很简单，这种简简单单的就是幸福。 美丽人呀，一坐船头，个个就在燃烧。别别别别别，不是用我屁大不累个，是外头的嘛。我爱看毛泽东，你看，哎，可以，可以。上海、北京、武汉、天津，昆明，不是。来，有啥子好吃，都把我喊过去，都把我接过去。来，我儿把我送过去嘛。但是他还我插不进去话。 我会觉得你把他当成一个老年人就很多局限性嘛，但我大概知道他身体可以去做些什么东西，那我就会让他去体验现在的生活，去了解现在的世界是怎么样子的。他心态好嘛，他实际上是对这种美好的生活很向往的。 更多的时间就一定是陪伴，因为你陪伴了以后，你才发现他的生活其实是需要你们的。对奶奶的世界来讲，陪伴那肯定就是陪在他身边，带他出去玩，因为他喜欢做这件事情，那这个陪伴就是有意义的。 今天是你生日，大家给你准备了礼物。这个啥子？大魔方变大了，魔方变大了。哦哟，飞起来了！哦，好吧。奶奶，奶奶。